干，前面都没录到，崩溃。啊，烦死了！前面很好玩的说，就是一堆土丘跳台，这边大家飞来飞去，跳来跳去的。可恶，只有录到后面这段 RV 的。啊，今天是带新手来，虽然说我也是新手啦，就是带新手来熟悉路况，熟悉越野车的车型。所以就是走比较 RV 的路线，他走 RV 的，然后，你们看到这些老手就在那边飞来飞去，跳来跳去。原本要去白毛山，就临时聊 K。来玩水，喝水喝水。我的车变经典了，看第一次下水就成功。哈哈哈！干什么呀？没事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对啊。拜拜。好。虽然说后来改走这一条河床，但是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。对我这个 off road 的新手来说，每一条都是全新的路线，好玩，获胜。然后，天哪，第一次聊 K 就是走大甲溪，酷。只要遇到石头还是什么障碍，就给它翻越过去。这就是越野精神。就跟我们的人生道理一样，不是吗？